我们好像很幸运的，宜兰没下雨耶。真的，超 lucky 的。哇，天多黑。今天我们来其实是因为今天是10月12号，然后是 Mira 满6个月了，又刚好碰到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所以我们想要来找她。结果圆规来，然后台风，可是还好没下雨。现在对啊，我们还带了气球。The muddy wind that once made us meet is blowing furiously down the street. The friendly breeze. 但我们就要去找 Mira 了。耶！爸爸，嗯，哎，你怎么有相机就不讲话了？我们在车上弄了弄，现在准备要下车。嗯、你谈恋爱哦？好了，快点啦！好啦。好快呀！这是爸爸呀，有没有？啊！妈妈。Where's Mira? 啊，开心吗？是什么？还要往前冲哟！应该有，还在舔舌头。刚有讲，其实这时候就可以喂那个黄子有这样。但是其实只要看小朋友这样动作，他已经非常想吃了。介绍一下，就是说小朋友现在的反应就是他可以开始吃副食品，他知道副食品了。现在 Mira 大概6个月，哎，不是大概了，已经6个月了，不太习惯。6个月第一天，你看像他这个反应，他这个反应就是可以已经可以吃副食品了，就要吃我的手。但其实从4个月就开始注意了，对，他现在很明显已经很想要吃完的食物，超想吃的。Of that tune. So here's my love letter.